下你，哎，我的钥匙。好，给。说你呢？哇，这是什么话？哇，挺响的这个。你看那个墙，炸了。风，我就跑，我就跟着你。哦，感觉到？我。人其实都有一种天赋，在不同的东西上，不同的领域上。我小时候比较喜欢游泳啊，从小就喜欢水。在景区骑马张天嘛，中间跑腿打工啊，就是那段时间才学到冲浪，下决心我一定要练好这个东西。生活的一部分，你离开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对他朝思暮想。就一群朋友嘛，大家在一起就像一个家人，不管在水里啊，大家都是非常开心。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带动感染你周围的朋友，你得到的同时也要分享。牛奶、面包，这都会有。从下雪的地方到海南，然后从海南在澳洲比赛的一个故事。就感觉像做梦。
铁匠加油！铁匠天前面，你哪个你天前面铁匠？铁匠哥加油！铁匠来救救你！铁匠加油！主任铁匠哥，铁匠加油！铁匠加油！铁匠加油！加油！我来自内蒙古。